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九月初一，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安尼讲：利用你的慈爱，带你所救赎的百姓；利用你的权能，带因入你圣的所在。三个来祈祷，用慈爱甲关灵带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拯救阮、帮助阮，用你的正手，予阮脱离歹人的路网，佮用你的真理引带阮。驾驶阮的全能上帝，除你以外，阮无别个通依靠，因为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也是阮永远的活命甲盼望。主啊，你是丰盛慈爱的主，你用你的慈爱，带你所救赎的阮，通美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权能的上帝，你用你的权能，带阮入伫你圣的所在，予阮通踮伫你的殿中，享受永远的福分。感谢你，将你的丰盛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祂是用祂丰盛的慈爱来救赎咱，也用祂的权能来带咱进入祂的圣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咱就通有永远盼望甲平安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